如果有的选，你是选吃虾还是吃蛋糕呢？剁好的虾泥加入配菜，生抽、黑胡椒、盐简单调味，锅底一层薄油，虾滑的那面向下先煎至定型，煎至金黄后翻面。这可是哄对象的利器，一定要学起来哦。便利店随便买的小蛋糕掰碎，鲜嫩的虾滑不仅仅有清甜的玉米，煎过的海苔还有一丝嚼劲，再来一口辣的欲罢不能的草莓蛋糕，你们也赶紧去试一试吧。